知名歌手杨坤被打，据网友爆料，杨坤在长沙完成节目录制后，在返回酒店途中遭遇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截住殴打，目前人没抓住，初步判断是一伙惯犯。对此你怎么看？就是我那天听了一下，什么东西？ 刘德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真正的歌手。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喝普洱茶。普洱茶喝多了不好。